因为等一下我要告诉你，简报的字型要统一，背景要统一，色彩要统一，可以了解吗？那什么叫标准的颜色？好，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直接先讲。首先我们现在要，因为在简报里面我们都是在谈一致性就对了，你不能乱，你不能乱。所谓假设你今天你那个所有的标题该用什么颜色，等一下我才能告诉你。可是我们所有的字体都要是标楷体。好，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第一，请点检视，可以吗？有跟上吗？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字型都定义为标楷体。所以请点检视，投影片母片。好，那你一定要认识，投影片母片里面有这个叫标题投影片的子母片，这个叫做标题及物件子母片，这个叫章节标题子母片，我都称这些叫做子的母片，它通通受到这一堆的子母片，子孩子的子，母亲的母，子母片，这都是母片哦。好，只是我觉得这是有重组关系的，就是这一堆的都是子母片，或者是次一阶的母片，它受到这一张母片的控制，所以你只要把这一张投影片改掉，全部这一张的字型改掉，就等于每一张都会遵循这种字型，可以吗？好，那上次上课有人改的是这一张，有人改的是这一张，这一张叫做次母片，不要改次母片，要改我们就直接改最主要的这个大的母片。好，请点它，然后选到这里面的字，选到这里面的字，然后请点常用底下，把字型改成标楷体，标楷体在最下面，然后下面的这一堆全部都改成标楷体，下面这一堆全部都改成标楷体。那当然我们这个是日期，这个是页码，好，它是数字，所以也有人会刻意的把它变成例如说 Arial 这个字型。那这个页尾又看到是中文字，所以你应该也要点它设定为标楷体，就是这个叫页尾。你可以不放页尾，但是你不能不在制作标准的时候不把它先设定好。所以呢，这个是年月日，一般我们会把它，因为都是放数字的话，我们就看你们有没有去规定。好，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Arial，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最标准的，就是大家最习惯看的就是 Times New Roman， 所以你可以把就是左下角这个日期定义为 Times New Roman 新罗马字型，还有页码请改成 Times New Roman。这些都是标准，你设定完这一章，我现在想先请你们先去
先去把这一章的这个地方，好，这些字麻烦选举起来，我们先改。请问您知不知道我们正机会的主色是什么？什么绿？有点暗一点的那个绿。为什么？为什么？你放心，等一下大家的答案全部都是标准的。绿太多种了，你知道绿有多少种颜色？简单的说，大概就是6536种绿，可以吗？你看，你要256×256×255×255，但是它有000的搭配，所以就是光是绿就有分好多种绿。好了，反正我现在为了我们上课方便，所以我们先随便选一个绿色，可以吗？来，请选到这几个字，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先选这个绿，这个绿，这个叫做什么绿啊？绿色，辐射6，较深 25%。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修改了主母片的标题，这个次母片的标题有没有改掉？看得出来吗？下面那些次母片是不是全改？听得懂我的意思哦？所以你要记住，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你只要设定这一次，好。接下来麻烦请点投影片母片，然后关闭母片检视。好了，因为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些次母片里面的这个子标题字应该是什么颜色。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好，其实现在我挑的这绿色也不对，这样知道吗？好了，你要记住哦，我们今天这整个课程上完，就是不管你要做的是什么产品简介、什么教育训练简报、产品介那个正机会介绍、什么人事招募人员简报什么，全部做出来，字型要统一，用色要统一，这样知道吗？这等一下下节课全部都会来揭秘这些事情。好，那请问讲到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至少首先字型已经统一了，可以哦。那现在的背景因为没有色，所以它都是白色，但是到底背景色是哪一种绿，多浅的绿，好，这等一下就会告诉你，这样听得懂吗？好，我们先把这一个就是你现在做完的这一份文件要先储存成成品，所以请点档案另存新档，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正机会，我放在我的成品里。20220310G1，可以吗？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10分钟完毕之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其他的元素设定。Word 文件可以关掉了。哦，对哦，Word 文件不能关掉，因为等一下我要抓图过来。